恒始皮使用诸散射天子之功和九而成归诸侯和七而成归大夫和五而成归士和三而成归巨者谓之弼。公凡祭祀共设身之公使则共设圣职之公使大设宴设共公使如数并加大丧共民公使凡师亦会同班公务。各以其物从受兵制之宜田役充农服使共增使凡王使者服用则更善人。善人长王之用弓弩使服增一爵使长赵王设赞王公使之事凡乘车冲其龙服载其弓弩计设则敛之无会计。靠人 PG 五十靠人长受财于直经以及其公公六物为三等母四物亦如之使八物皆三等服亦如之春献素秋献成书其等。以享功臣其事是其公母以下上其实而诸赏乃入公于司公使及善人凡积财与其出入皆在靠人以待会而考之王者却之。荣佑荣佑长荣车之兵革使赵赞王古传王命于城中会同冲革车盟则以玉敦辟盟遂一之赞牛耳逃猎。其右其右长祭祀会同宾客前骑车王臣则持马行则陪臣凡有身事则前马。道右道右长前道车王出入则持马陪臣如骑车之一字车上欲命于从车赵王之车移王室则下前马王下则一盖从大狱大狱长狱王路以四级犯拔王自左狱狱下柱登受配犯拔岁屈之级祭卓仆仆左直配右祭两指祭月乃引凡玉露行以四下屈以采祭凡玉露以鸾和未结荣仆荣仆长玉荣君长王族车之阵阵其父范拔如玉露之仪凡巡守及兵车之会亦如之长凡荣车之仪其仆其仆长玉金禄以兵朝敬宗玉享时皆成金禄其法一个以其等为车送逆之节道仆道仆长玉相禄以朝夕宴出入其法一如其车长二车之政令田仆田仆长玉田禄以田以比长左车之正社区逆之车令或者直经及县比秦凡田王提马而走诸侯进大夫时御夫御夫长玉二车从车使车分公马而驾至之孝人孝人长王马之正变六马之属种马一物戎马一物骑马一物道马一物田马一物奴马一物凡班两马而养成之臣马一师四与三圣位造造一去马三造位细细一御夫六细位舅舅一仆夫六舅臣孝孝友左右奴马三良马之数立马一与八立一师八师一去马八去马一御夫天子十有二贤马六种方国六贤马四种加四贤马二种凡马特居四之一春季马祖直居夏季先木班马公特秋季马设臧湖冬季马布县马蒋御夫凡大祭四朝进 PG 五十一会同毛马而班之士弼马直扑而从之凡宾客受其弼马大丧事遣车之马及葬埋之田猎则率驱逆之车凡将是于四海山川则是皇居凡国之使者共其弼马凡军士物马而班之等御夫之禄宫中之烧食
去马掌赞正两马而其其饮食减其六节掌架说之班便四十之居至以听御夫。乌马乌马掌养及马而臣至之相依而要攻马及受财于孝人马死则使其甲周之入其不于孝人。牧师牧师掌墓地皆有力尽而班之孟春坟墓中春通营掌其政令凡田氏赞本来。搜人搜人掌时有二贤之政教以驸马亦特教陶公居及祭马祖祭贤之先墓及直居散马耳与马政校人员选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来六尺以上为马。与师与师掌教与人养马春除入信就使木下雅马东县马舍则充盛直辞强则减和。与人与人掌养马除木之事以义与师凡宾客丧祭牵马而入城新马亦如之。执方士执方士掌天下之土以掌天下之地遍其邦国都比四夷八蛮七闽九合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才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遍九州之国使同惯例东南曰扬州岐山镇曰会稽岐泽守曰巨区岐川三江岐境五湖其力今昔逐渐其名二男五女其处以鸟兽其骨一道镇南曰荆州岐山镇曰衡山岐泽守曰云蒙岐川江汉岐晋引战其力单引尺阁其名一男二女其处以鸟兽其骨一道河南曰豫州岐山镇曰华山岐泽守曰莆田岐川迎其进波扎其力零七思喜其名二男三女其处一六扰其骨一五种镇东曰青州岐山镇曰宜山岐泽守曰望诸岐川怀四其进一树其力仆于其名二男二女其处一鸡狗其骨一道脉河东曰兖州岐山镇曰岱山岐泽守曰大野岐川何己其境如为其力仆于其名二男三女其处一六扰其骨一四种镇西曰雍州岐山镇曰岳山其则守曰贤仆岐川精锐其境未落其力玉石其名三男二女其处一牛马其骨一属冀东北曰幽州岐山镇曰一无驴其则守曰西养其川何己其境资时其力于言其名一男三女其处一四扰其骨一三种河内曰冀州其 PG 五十二山镇曰霍山其则守曰杨于其川张其境坟路其力松波其名五男三女其处一牛羊其骨一属冀镇北曰并州岐山镇曰衡山岐泽守曰昭于其岐川湖池偶以其进来一其力不薄其名二男三女其处以五扰其骨以五种乃遍九父之邦国方千里曰王姬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福佑其外方五百里曰殿福佑其外方五百里曰南福佑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福佑其外方五百里曰魏福佑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福佑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福佑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福佑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福凡方国千里封公乙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之天下凡邦国小大相为王设其目治其职各以其所能治其
共各以其所有王将巡守，则借于四方约各修平，乃守考乃直视无感不尽，借国有大行及王之所行，先到率其属而巡借令王，因国亦如之。土方士，土方士长土规之法，以至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方国，都比以变土，以土化之法而受任地者，王巡守则数王舍。怀方士，怀方士长来远方之民，至方共至远物而送逆之达之，以节制其尾机管舍饮食。何方士，何方士长达天下之道路，通其财力，同其数，气依其度量，除其怨恶，同其好善。训方士，训方士长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治，送四方之传道正遂，则不而训四方而关心物。行方士，行方士长治方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无有华离之地，使小国是大国，大国比小国。山师，山师长山林之民，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方国，使治其争议之物。川师，川师长川泽之民，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方国，使治其争议之物。原师，原师长四方之地民，辨其灵本眼，原其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匡人，匡人长达法，则匡方国而观其特，使无感反侧，以听王命。叹人，叹人长宋王至道国之政事，以寻天下之方国而与之十万民合说而正望面。都司马 PG 53，都司马长都之士庶子及其众数车马丁甲之戒令，以国法长其政学，以听国司马家司马亦如之。秋官司寇，秋官司寇为望建国变方正位，体国经也，设官分职以为民，及乃立秋官司寇，使率其属而长方进，以左王行方国行官之。属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侍师下大夫四人，乡试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吕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使十有二人，虚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岁是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使十有二人，虚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县是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使十有六人，虚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方是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使十有六人，虚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亚士中士八人，府四人，使八人，虚八人，徒八十人。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使六人，虚六人，徒六十人。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使六人，虚三人，徒三十人。司行中士二人，府一人，使二人，虚二人，徒二十人。司次下士二人，府一人，使二人，徒四人。司约下士二人，府一人，使二人，徒四人。司蒙下士二人，府一人，使二人，徒四人。直经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使四人，虚八人，徒八十人。司隶下士二人，使一人，徒十有二人。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使二人，甲四人，徒十六人。司环中士六人，下士十有
二人辅三人使六人虚实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掌球下士时有二人辅六人使时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路下士二人使一人徒时有二人司隶中士二人下士时有二人辅五人使十人虚二十人徒二百人嘴立百有二十人蛮立百有二十人敏立百有二十人宜立百有二十人和立百有二十人布县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辅二人使四人虚四人徒四十人晋沙路下士二人使一人徒十有二人晋报士下士六人使三人虚六人徒六十人野卢士下士六人虚士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腊士下士四人徒四十人雍士下士二人徒八人平士下士二人徒八人司务士下士二人徒八人司选士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条郎士下士六人虚六人徒六十人修余士下士二人使一人徒十有二人明士下士二人徒八人数士下 PG 五十四是一人徒四人血士下士一人徒四人赤士下士二人徒八人坐士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智士下士二人徒二十人撤促士下士一人徒二人检士下士一人徒二人赤拔士下士一人徒二人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胡桌氏下士一人徒二人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贤梅氏下士二人徒八人伊齐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仪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辅四人使八人虚八人徒八十人桓人中士四人使四人虚四人徒四十人相虚美狄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是八人徒二十人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辅一人使二人虚二人徒三十人掌亚中士八人辅二人使四人虚四人徒四十人掌交中士八人辅二人使四人徒三十有二人掌察四方中士八人使四人徒十有六人掌货柜下士十有六人使四人徒三十有二人朝大夫美国上士二人下士四人辅一人使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都则中士一人下士二人辅一人使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都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辅二人使四人虚四人徒四十人家事亦如之大司寇大司寇之执掌建方之三典以左王行方国节四方一曰行兴国用轻典二曰行平国用中典三曰行乱国用重典以五行纠冠名一曰野行上公纠立二曰君行上命纠守三曰乡行上德纠孝四曰官行上能纠职五曰国行
上愿究报以还土，具教罢民，凡害人者治之，还土而失职是焉，以民行耻之，其能改过反于中国不耻三年，其不能改而出还土者，杀以两造尽民，送入数十余朝，然后听之以两计尽民，欲入军经三日乃至余朝，然后听之以加时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立于法而害于周礼者，至故而作诸加时役，诸司空重罪寻有三日作七役，其次九日作九月役，其次七日作七月役，其次五日作五月役，其下罪三日作三月役，使周礼人之则幼而舍之，以废使远穷民，凡远近穷独老幼之欲有负于上，而其常福达者立于废时三日，是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常。正月之吉时，何不行于邦国都比，乃现形象之法于相位，使万民观形象，挟日而敛之，凡邦之大盟约立其盟书。 PG 55。而登之于天府大使内史司会及六官接受其二而藏之，凡诸侯之欲送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欲送以邦法断之，凡庶民之欲送以邦臣必之大祭祀奉犬牲，若因赐五帝则戒之日历，是百官戒于百族及纳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名水火，凡朝觐会同前王大丧亦如之，大军旅历禄于设，凡邦之大事使其书毕小司寇，小司寇之执掌外朝之政，以治万民而循焉，一曰循国为，二曰循国迁，三曰循吏君，其为王南乡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东面小司寇，并以序进而问焉，以众府治而必谋，以五行听万民之欲，送付于行用情绪知至于寻，乃必之读书则用法，凡命夫命妇不工作，欲送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及，是以五声听欲送求民情，一曰词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以八辟立邦法，复刑罚，一曰义亲之辟，二曰义故之辟，三曰义贤之辟，四曰义能之辟，五曰义功之辟，六曰义贵之辟，七曰义情之辟，八曰义兵之辟，以三次断庶民欲送之中一曰训群臣，二曰训群吏，三曰训万民听民之所赐，又以师上服下服之行，及代以登民数自身耻，以上登于天府内史司会载，二之以治国用，小祭祀奉犬牲，凡因赐五帝时祸水纳亨，亦如之大宾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丧，亦如之小师立禄凡国之大事使其属毕，孟东四司民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以图国用而进退之，岁终则令群事祭欲必送登中于天府正，遂率其属而观行相，令以物夺曰不用法者，国有常行令群事，乃宣布于四方现行进，乃令其属入会，乃至是事师，事师之执掌国之五进之法，以左右刑罚，一曰公进，二曰官进，三曰国进，四曰野进，五曰军进，皆以目夺训之余朝书而献于门闾，以五戒先后刑罚，五使罪立于民，一曰试用之于军旅，二曰告用之于会同，三曰禁用诸田邑，四曰究用诸国中，五曰献用诸都比长相和州党族旅比之廉，与其民人之食，五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虚之事。
以施刑罚庆赏长官中之政令查狱送之词以诏司寇段玉必送至方令长事之八成一曰方卓二曰方贼三曰方蝶四曰犯方令五曰缴方令六曰未方道七曰未方朋八曰未方乌若方凶荒则以荒变之法治之令移民通 PG 五十六才纠首缓刑凡以才欲送者正之以复别曰既若既圣国之社稷则谓之师王宴出入则前驱而辟四五地则我师及王冠祭或水凡鸡耳则奉犬生诸侯卫兵则率其属而避于王宫大丧亦如之大师率其属而进逆军旅者与犯失敬者而戮之岁中则令政要会正岁率其属而献禁令于国及交也乡试乡试长国中各长其乡之名数而纠介之听其欲送查其词辨其欲送议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询而直听于朝司寇听之断其欲必其送于朝群士私行皆在各立其法以义欲送欲送城市师受中邪日行杀四之三日若欲免之则望会其其大祭祀大丧祭大军旅大宾客则各长其乡之禁令率其属夹道而避三公若有方士则谓之前屈而辟其丧亦如之凡国有大事则戮其犯命者岁事岁事长四交各长其岁之名数而究其戒令听其欲送查其词辨其欲送议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直听于朝司寇听之断其欲必其送于朝群士私行皆在各立其法以义欲送欲送陈氏师受中邪日就交而行杀各余其岁四之三日若欲免之则望令三公会其其若方有大事聚众数则各长其岁之禁令率其属而第六亲若有方士则谓之前驱而辟其丧亦如之凡交有大事则戮其犯命者县市县市长也各长其县之名数究其戒令而听其欲送查其词辨其欲送议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直听于朝司寇听之断其欲必其送于朝群士私行皆在各立其法以义欲送欲送陈氏师受中邪日行杀各就其县四之三日若欲免之则亡命六亲会其其若方有大义聚众数则各长其县之禁令若大夫有方士则谓之前驱而辟其丧亦如之凡也有大事则戮其犯命者方士方士长都加听其欲送之词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欲送于国司寇听其臣于朝群士私行皆在各立其法以义欲送欲送陈氏师受中书其行杀之臣与其听欲送者凡都加之大事聚众数则各长其方之禁令矣时修其宪法若岁终则审之而诸长焉凡都加之事所上至则主之亚士 PG 五十七亚士长四方之欲送欲罪行于邦国凡四方之有志于事者造焉四方有乱欲则往而成之方有宾客则与行人送义之入于国则谓之前驱而辟也亦如之居馆则率其属而谓之避诸路报客者客出入则道之有志则赞之凡邦之大事聚众数则独其事尽朝事
朝侍掌建方外朝之法左九级孤卿大夫魏燕群是在其后右九级公侯脖子男魏燕群立在其后面三怀三公魏燕州长众数在其后左家石亭霸名燕右费时达琼名燕率其属而以边呼屈且辟境慢朝错立足坛者凡等或或会人民六处者委于朝告于世巡而举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凡事之至有其日国中一巡交二巡也三巡都三月邦国期其内之至听其外不听凡有责者有判书以至责听凡民同或财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刑罚之凡属责者以其地父而听其词凡盗贼君相一及家人杀之无罪凡报仇仇者疏于是杀之无罪若帮凶荒札丧寇戎之故则令邦国都加限比率刑贬思民思民长登万民之数自身尺以上皆疏于板变其国中与其都比及其交也亦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照司寇司寇及孟东四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寿之登于天府内使司会种改二之以赞王至私刑私刑长五刑之法以立万民之罪莫罪五百亿罪五百公罪五百月罪五百杀罪五百若私寇断欲必送则以五刑之法照刑罚而以辨罪之轻重私次私次长三次三又三赦之法以赞司寇听欲送一次约训群臣再次约训群吏三次约训万民一又约不实再又约过失三又约遗忘一赦约又若再赦约老毛三赦约蠢于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断民中而失上服下服之罪然后行杀私约私约长邦国及万民之约既至神之约为上至民之约次之至的之约次之至公之约次之至器之约次之至至 PG 58之约次之凡大约既疏于宗以小约既疏于丹徒若有送者则耳而辟葬其不幸者服莫行若大乱则六官辟葬其不幸者杀司盟司盟长盟宰之法凡邦国有一会同则长其盟约之宰及其礼以北面照明神祭盟则二之盟万民之犯令者祖其不幸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约祭者其二在司盟有欲送者则使之盟祖凡盟祖各以其地域之众数共其身而至燕祭盟则为司盟共其九府之经执经长凡经欲吸食丹青之戒令受其入针者辨其物之美恶与其数量下而喜之入其经吸于为兵器之辅入其欲食丹青于手藏之辅入其药长受事之经罚或罚入于私兵旅于上帝则共其经反响诸侯亦如之凡国有大故而用金石则长其礼私利私利长盗贼之任器或会变其物皆有数量假而恰之入于私兵其奴男子入于罪利女子入于冲靠凡有绝者与欺食者与未称者皆不为奴犬人犬人长犬身凡祭祀供犬身用犬物服役亦如之凡己耳审孤用盲可也凡相犬牵犬者属焉长其政治私还
司桓长收教罢民凡害人者，服使官事而加民刑阉人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还土者，杀虽出三年不耻，凡还土之行人也不亏体，其罚人也不亏财。掌球，掌球掌手盗贼，凡球者上罪故而拱至，中罪至故下罪故，王之同族拱有爵者至以呆毙罪，即行杀告行于王凤。而是朝氏家民故以事事而行杀之，凡有爵者与王之同族奉而事便失事以待行杀。掌路，掌路掌斩杀贼谍而国之，凡杀其亲者本之，杀王之亲者孤之，凡杀人者国诸事四之三日行道于是凡罪之力。于法者亦如之，为望之同族与有爵者杀之，于殿师事凡军旅田亦斩杀，行路亦如之，末者使守门，役者使守关，公者使守内，月者使守右，坤者使守基。私立 PG 59。私立长武力之法，殿其物而长其政，令率其民而国。盗贼一国中之主事，为百官积任气，凡求职人之事方有计。四宾客丧祭之事，则以其反武之事长率四敌之力，使之皆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守王宫与野舍之力尽。罪力，罪力长一百官府与凡有守者，长使令之小事，凡封国若加牛助为千旁，其守王宫与其力尽者，如蛮力之事。蛮力，蛮力长一校人养马，其在王宫者执其国之兵以守王宫，在野外则守力尽。敏力，敏力长一处养鸟，而复番教扰之，长子则取力焉。一力，一力长一户人养牛马与鸟，言其守王宫者与其守力尽者，如蛮力之事。合力，合力长一服不事而养兽而交扰之，长与兽言其守王宫者与其守力尽者，如蛮力之事。布县，布县长县方之行进，正月之吉执金节以宣布于四方，而县方之行进以结四方邦国及其都抵达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和众数，则以行进号令。进杀戮，尽杀戮长司斩杀戮者，凡伤人见血而不以告者，攘狱者恶讼者以告而诛之。尽暴事，尽暴事长尽术士之乱暴力政者，剿污犯禁者作言语而不信者以告而诛之。凡国惧众数，则戮其犯禁者以训。凡犀利惧而出入者，则思不知路其犯禁者。也如是，也如是长达国道路至于四基，彼国交集也知道路速袭警数，若有宾客，则令守徒的之人惧之，有相降者诛之。凡道路之舟车及户者续而行之，凡有节者及有爵者至，则谓之辟禁也之横行禁于者，凡国之大事必修除。道路者长凡道禁方之大师，则令扫道路，且以己禁行作不实者不误者。腊事，腊事长除债，凡国之大祭祀，令周礼除不捐进行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师大宾客亦如之，若有死于道路者，则令埋而至洽焉，书其日月焉，献其衣服，任弃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长凡国之债尽。庸士，
雍市长勾毒快池之境凡害于国家者，春令未禁；或勾毒之利于民者，秋令塞井渡；或进山之为怨则之审者，平市。 PG 60。平市长国之水禁己酒，禁酒禁川游者，思务事。思务事长夜时以新分夜，以照夜事夜禁欲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思选事。思选事长以夫岁取明火于日，以见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民资民族，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焚竹亭燎中春，以木夺修火禁于国中，军旅修火禁邦，若乌珠则为民淬焉。调郎事。调郎市长执鞭以驱辟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子男则二人。凡是执鞭以驱于前且命之事，仆右曰杀士，御曰车，宦士大夫曰赶不官，鞭五百士，师曰三百士，方之大使曰杀士，小使曰莫修驴士。修驴士长比国中宿户者与其国周而比其追虚者而赏罚之，进进于者与以兵革驱行者与驰骋于国中者，邦有户则令守其驴户为直节者不及。明士。明士长射胡张未景，或以弓猛兽以灵骨驱之，若得其兽则陷其皮革，齿须备。术士。术士长除毒蛊以弓说贵之家草，弓之凡驱蛊则令之比之。血士。血士长弓折兽各以其物火之，以实现其真意皮革。赤士。赤士长弓猛鸟各以其物为眉而己之，以实现其羽合。作事。做事长公草木及林鹿，夏日至令堪阳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包阴木而水之，若遇其化也则春秋变其水火，反攻木者长其政令。治事。治事长杀草春始生而蒙之，夏日至而移之，秋神而山之，冬日至而祀之，若遇其化也则以水火变之，长凡杀草之政令。撤促事。撤促事长赴妖鸟之巢以方书十日之号，时有二辰之号，时有二月之号，时有二岁之号，二十有八星之号，现其巢上则去之。检视。 PG 61。检视长除度物以公勇公之，以芒草熏之，凡树骨之事。赤拔事。赤拔士长除墙屋以渗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细污除其离虫。郭氏。郭氏长去挖免粉母菊以灰洒之，则死；以其烟被之，则凡水谷无声。胡桌氏。胡桌氏长除水虫以泡土之，骨驱之，以焚石头之，若欲杀其神则以五姑五冠相齿而审之，则其神死冤未临。庭氏。庭氏长射国中之妖鸟，若不见其鸟兽则以旧日之弓与旧月之矢射之，若神也则以大阴之弓与往矢射之。贤梅氏。贤梅市长司萧国之大祭祀令晋吴萧军旅田役，令贤梅进教哭叹屋于国中者，行歌哭于国中之道者。一骑士。一骑士长国之大祭祀共其杖，贤军旅受有爵者杖，共王之持杖。大行人。
大行人长大兵之礼及大客之仪，以清诸侯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晋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成天下之魔，东域以协诸侯之律，时会以发四方之境，殷同以失天下之政，时聘以结诸侯之好，殷跳以除邦国之特，兼问以欲诸侯之至归顺，以交诸侯之福，贺庆以赞诸侯之喜，至贵以补诸侯之灾，以久以变诸侯之命等，诸臣之决矣。同邦国之礼而待其宾客，上公之礼直还归，九寸骚及九寸冕服，九章见长，九游凡音，九旧二车，九圣戒，九人礼，九劳其朝为宾主之间，九十不立当车止病者，五人庙中将必三享王礼，在冠而坐享礼，九献十礼，九举出入伍，积三问三劳诸侯之礼，直信归七寸骚及七寸冕服，七章见长，七游凡音，七旧二车，七圣戒，七人礼，七劳朝为宾主之间，七十不立当前疾病者，四人庙中将必三享王礼，一冠而坐享礼，七献十礼，七举出入，四积再问再劳诸伯职公归，其他皆如诸侯之礼。诸子执古币五寸骚及五寸冕服，五章见长，五游凡音，五旧二车，五圣戒，五人礼，五劳朝为宾主之间，五十不立当车横病者，三人庙中将必三享王礼，一冠不坐享礼，五献十礼，五举出入，三积一问一劳诸男直不必，其他皆如诸子之礼。凡大国之孤直皮薄，以计小国之君出入，三积不问一劳朝为当车前不交病庙中无香，以酒礼之，其他皆是小国之君。凡诸侯之亲，其礼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PG 62邦积方千里，其外邦五百里，谓之侯服，遂一见其共四物，又其外邦五百里，谓之变服，二遂一见其共平物，又其外邦五百里，谓之南服，三岁一见其共器物，又其外邦五百里，谓之彩服，四岁一见其共服物，又其外邦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一见其共财物，又其外邦五百里，谓之药服，六岁一见其共货物，九州之外，谓之藩国，是一见各以其所贵宝，谓之王之所以辅邦国诸侯者，岁便存，三岁便跳，五岁便审，七岁属相须预言与邪辞命，九岁属虎使欲书明听声音，时有一岁达瑞杰同度量成老李同数气修法，则时有二岁王巡守英国，凡诸侯之王事便齐为正其等邪，其礼兵而见之，若有大丧，则相诸侯之礼，若有四方之大事，则受其必听其辞，凡诸侯之邦交，遂相问也，因相聘也，是相朝也。小行人，小行人长邦国宾客之礼，及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诸侯春入贡，秋献公王亲授之各，以其国之吉礼之。凡诸侯入王，则逆劳于积及交劳事管，将必未成而并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则并，小客则受其必而听其辞，使是四方协酒宜宾客之礼。朝觐宗御会同君之礼也存，跳审聘问臣之礼也达，天下之六节，山国用虎节，是国用人节，则国用龙节，皆以经卫之道路用金节，门官用符节，都比用管节，皆以竹卫之臣六瑞王用片龟，公用环龟，侯用信龟伯
用公龟子用虎臂男用蒲臂和六臂龟以马张以皮臂以伯从以颈虎以秀黄以斧此六物者以和诸侯之好故。若国札丧则令父补之，若国凶荒则令周尾之，若国失意则令稿贵之，若国有福事则令庆贺之，若国有祸灾则令哀吊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正事教制行径之逆顺为一书，其悖逆暴乱作特由犯令者为一书，其札丧凶荒恶贫为一书，其康乐和清安贫为一书，凡此物者美国便义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司仪，司仪长九仪之宾客，并向之礼以照仪容。辞令一让之节将和诸侯，则令魏谭三成宫旁一门赵王仪南相见诸侯土一数姓十一一姓天一同姓及其病之各以其礼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其将必亦如之其礼。PG 63亦如之王宴则诸侯毛凡诸公相卫宾主国五姬三问皆三辞拜受皆履并在劳三辞三一登拜受拜送主君交劳交并三辞车逆拜汝三一三辞拜受车送三还在拜至管亦如之至孙如至姬之礼即将必交并三辞车逆拜汝宾车进踏拜三一三让每门指一相及庙为上相入宾三一三让登在拜受必宾拜送必每事如出宾亦如之即出车送三请三进在拜宾三还三辞告辟至雍戏还归享时至赠交送皆如将必之宜宾之拜礼拜雍戏拜享十兵祭主君皆如主国之礼诸侯诸伯诸子诸男之相卫兵也各以其礼相待也如诸公之仪诸公之臣相卫国客则三姬皆三辞拜受及待服交劳履并三辞拜汝三让登听命下拜登受兵使者如出之仪及退拜送至管如出之仪即将必履并三辞拜逆客辟三一每门指一相及庙为君相入三让客登拜客三辟受陛下出每事如出之仪及礼司面司县皆在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门之外问君客在拜对君拜客辟而对君问大夫客对君劳客客在拜稽首君答拜客屈辟至雍戏如劳之礼享时还归如将必之仪君管客客辟戒受命遂送客从拜汝于朝明日客拜礼次遂行如入之稽凡诸伯子男之臣以其国之爵相为客而相礼其仪亦如之凡四方之宾客礼仪辞命系劳次县以二等从其爵而上下之凡宾客送逆同礼凡诸侯之交各称其邦而谓之必以其必谓之礼凡行人之仪不朝不系不正其主面亦不备客行夫行夫长邦国传递之小事美恶而无礼者凡其实也必以经节虽道有难而不时必达居于其国则长行人之劳汝是焉使则戒之还人还人长宋逆邦国之通宾客以路捷达诸四方舍则受管令具有任气则令还之凡门官无己宋逆即将相虚相虚长蛮以敏和戎狄之国使长传王之言而欲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携其礼与其辞言传之凡其出
入宋义之礼节必薄辞令而兵相之凡国之大丧召相国客之礼仪而正其位凡君与会同受国客必而兵礼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诸侯次世卿次世大夫次世上世下世庶子长客 PG 64长客长四方宾客之劳礼细限九十之等数与其政治王和诸侯而享礼则据时有二劳数据百物被诸侯常食有在献王巡守因国则国君善以身独令百官百身皆具从者三公是上公之礼卿是侯伯之礼大夫是子男之礼是是诸侯之亲礼庶子一是其大夫之礼凡诸侯之礼上公五姬皆是孙谦三监皆修群戒行人宰使皆有劳孙五劳十四十辅十斗四十行四十有二胡四十鼎鬼十有二生三十有六皆成雍系九劳其死劳如孙之成谦四劳米百有二十举西海百有二十瓮车皆乘车米是身劳劳十车车乘有五叟车和是四劳劳十车车三拿除新被和皆乘乘秦日九十双阴善大劳以及归三享三十三宴若服着则以必至之凡界行人改使皆有孙雍系以其爵等位之劳礼之成数为上界有秦献夫人至礼八胡八斗八边善大劳至享大劳十大劳卿皆见以高善大劳侯伯四姬皆是孙谦在问皆修孙四劳十三十有二辅八斗三十有二秦二十有八胡三十有二鼎鬼十有二星二十有七皆成雍系七劳其死劳如孙之成千三劳米百举西海百雍皆成米三十车和四十车除新被和皆成成秦日七十双阴善大劳三享在时在宴凡界行人宰使皆有孙雍系以其爵等位之礼为上界有秦献夫人至礼八胡八斗八边善大劳至雍大劳卿皆见以高善特牛子男三姬皆是孙谦一问以修孙三劳十二十有四辅六斗二十有四行十有八胡二十有四鼎鬼十有二生十有八皆成雍系五劳其死劳如孙之成千二劳米八十举西海八十雍皆成米二十车和三十车除新被和皆成成秦日五十双一享一十一宴凡界行人宰使皆有孙雍系以其爵等位之礼为上界有秦献夫人至礼六胡六斗六边善事至享亲见亲皆善特牛凡诸侯之亲大夫是为国客则如其戒之礼以待之凡礼宾客国心杀礼凶荒杀礼杂丧杀礼祸灾杀礼在野在外杀礼凡宾客死至礼以丧用宾客有丧为除烧之受遭主国之丧不受享时受生礼长亚长亚长方国之等级以待宾客若将有国宾客至则借官修伪机与事逆宾于将为前驱而入急速则令聚集伪则至机至于国宾入管次于舍门外呆事于客即将必为前驱至于朝召其未入复即退亦如之凡宾客之至 PG 65令亚亚至之凡从者出则使人道之即归宋亦如之凡宾客诸侯有亲亚亲有大夫亚大夫有事亚事皆有亚凡亚者宾客至而往召相其事而长其志令长交
长交长以节与必循邦国之诸侯及其万民之所惧者，道王之德义治律使贤之王之好恶辟行之时和诸侯之好达万民之说，长邦国之通事而结其交好，以御九岁之力，九里之亲，九牧之为，九敬之难，九容之威。长察阙，长察阙，长或贵阙，长或贵阙。朝大夫，朝大夫长都家之国治，日朝以听国事，故以告其君常国有政令，则令其朝大夫凡都家之治于国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后听之为大事，夫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则诛其朝大夫在军旅，则诛其有司。都则阙，都则阙，都是阙，都是阙，家是阙，家是阙。东关考功绩，东关考功绩。国有六职，百公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坐而行之，或审曲面，亦以赤五才以辨名器，或通四方之真，亦以资之。或赤力以长的才，或至司马以臣之作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亦以赤五才以辨名器，谓之百公；通四方之真，亦以资之，谓之商旅。赤力以长的才，谓之农夫；至司马以臣之，谓之副公。月无伯，宴无寒，秦无卢胡无公车，月之无伯也，非无伯也夫人而能为伯也，燕之无寒也，非无寒也夫人而能为寒也，秦之无卢也，非无卢也夫人而能为卢也，胡之无公车，也非无公车也夫人而能为公车也，知者创物，巧者数之手之侍卫之功，百公之事皆圣人之作也。朔金以为任，泥土以为器，作车以行路，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天有时 PG 66的有器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才，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的器也。局于怀而北未止，局欲不于计和于问，则死此的气然也。正之刀，宋之金，鲁之萧，吴傲之剑，千乎其地而弗能为良的气然也。燕之角，金之干分，胡之感，吴越之精息，此才之美者也。天有时以生，有时以杀草木，有时以生，有时以死，时有时以乐水，有时以明，有时以则，此天时也。凡公木之公，七公金之公，六公皮之公，五色色之公，五瓜膜之公，五团直之公，二公木之公，轮鱼公，炉匠车子公，金之公，柱也断陶公，皮之公，含抱玉为求，色色之公，画会中框，瓜膜之公，玉制雕矢盘，团直之功，陶有余氏上，陶下后氏上，将英人上，子周人上，余故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位多，车有六等之数，车枕四尺谓之一等，歌别六尺有六寸，计见而以重于枕四尺谓之二等，人长八尺重于歌四尺谓之三等，书长寻有四尺重于人四尺谓之四等，车脊长重于书四尺谓之五等，球毛长有四尺重于脊四尺谓之六等，车谓之六等之数。凡察车之道，必自载于地者始也。是故察车自轮始。凡察车之道，欲其朴属而为之，不朴属无
以为晚酒也不为至无，以为七宿也轮以重，则人不能登也轮以避，则于马中五登至也故，兵车之轮六尺有六寸，田车之轮六尺有三寸，乘车之轮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轮只重三尺有三寸也，加枕与不淹四尺也，人长八尺登下以为节。轮人，轮人为轮斩三才，并以其十三才技具巧者，合之骨也者以为力，转也扶也者以为直，指也压也者以为固，抱也。轮臂三才不失职，谓之玩望，而是其轮欲其逆而下以也，进而视之欲其为至也，摩所取之取诸环也，望其福欲其消而欠也，进而视之欲其肉撑也，摩所取之取诸一指也，望其骨欲其眼也，进而视之欲其愁之脸也，无所取之取诸疾也，视其梗欲其早之正也，察其资早不愚，则轮虽必不匡，反斩骨之道必举其阴阳阳也者，整理而兼阴也者，梳理而柔，是故以火养其阴而其诸其阳，则骨虽必不消，骨小而长则作大，而短则至，是故六分其轮虫，以其一谓之牙为参，分其牙为而七，其二果其七内而中，屈之以为之骨长，以其长谓之为，以其为之乐烧。 PG 六十七，其首五分其骨之长，去一以为前，去三以为指，容骨必直成转，必正失交，必后失筋，必束绸，必覆干，既磨革色青白谓之骨之善，参分其骨长，二在外一在内，以至其浮繁，浮量其凿深，以为浮广，浮广而凿浅，则是以大物虽有良工莫之能故，凿深而浮小，则是故有余而强不足也，故宏其浮广以为之弱，则虽有重任，骨不折，参分其浮之长而杀其一，则虽有深泥一浮之脸也，参分其骨为去意，以为敲为柔，浮必其平，审必均，直以直牙牙的，则无也，而故不得，则有灭，必足见也。六尺有六寸之轮梗，参分寸之二谓之轮之故，凡谓轮行则者，欲助行山者，欲谋助以行则，则是刀以割土也，是故徒不复谋以行山，则是薄以行石也，是故轮虽必不令于凿，凡柔牙外不连而内不错，旁不种，谓之用火之善，是故归之以是其环也，与之以是其框也，陷之以是其浮之直也，水之以是其平审之君也，量其叟以数以是其痛也，权之以是其轻重之谋也，不可归，可与，可水，可陷，可量，可权也，谓之国公。轮人为盖达长为三寸，银为背之六寸，性其银为以为不广，不广六寸不长二尺，银长背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谓之眉不尊，一眉公凿广四眉凿，上二眉凿，下四眉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眉凿，端一眉公长六尺，谓之臂直五尺，谓之臂轮四尺，谓之臂枕，参分弓长而柔其一，参分其骨为去意，以为早为参分弓长，以其一谓之尊上玉尊，而与玉杯上尊，而与杯则土水极而六远，盖以重则南为门也，盖以杯是臂木也，是故盖重十尺，量盖福茂福红鹦鹉而持部队，谓之国公。渔人，渔人谓车轮重，车广横长参如一，谓之参称，参分车广去意，以为岁，参分其岁，一在前二在后，以柔其势，以其广
之范谓之是虫，以其岁之范谓之教虫，六分其广，以一为之枕为参分，枕为去意，以为是为参分，是为去意，以为教为参分，教为去意，以为止为参分，止为去意，以为坠为环者中，归方者中，举例者中，线横者中，水直者如深焉，记者如复焉。凡居财带与小无病，大以小则催引之，则决战车欲掩饰车欲齿。周人，周人谓周，周有三度，肘有三里，国马之周身四尺有七寸，田马之周身四尺，奴马之周身三尺有三寸，肘有三里。 PG 68。一者以为美也，二者以为久也，三者以为利也。鬼前十尺而侧半之，凡任木人正者，十分其周之长，以其一谓之为横任者，五分其长，以其一谓之为小。余度谓之无任，五分其枕间，以其一谓之。轴为十分其周之长，以其一谓知。当兔之为参分，其兔为去意，以为颈为五分，其颈为去意，以为种为繁柔。周欲其孙而无胡生，金夫大车之源至其灯又难，即刻其灯，其父车也必一此无故为原直，且无饶也。是故大车平地，即结宣至之任，及其灯至不服，其原必异其牛，此无故为原直，且无饶也。故登至者被任者也，犹能以登及其下至也，不原其底必丘其牛后，此无故为原直，且无饶也。是故周欲其点，周深则折，浅则覆，周柱则立，准立准则久，合则安。周欲胡而折金而无绝，进则与马谋，退则与人谋。终日驰骋，左不见行数千里，马不弃虚中，遂欲依任不避，此为周之和也。劝登马立马立，既结周犹能一取焉。梁周环卓自伏兔，不至鬼七寸，鬼中有卓谓之国，周枕之方也一向的也，盖之环也一向，天也轮伏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宫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龙其九有以象，大火也鸟鱼七有以象，纯火也熊其六有以象，法也龟蛇四有以象，银饰也狐金往十以象，虎也公金之公，柱是直下其也是直上，其是未生是未亮，断是为国气，陶是为任，金有六其六分其金而西居一位之中，鼎之其五分其金而西居一位之辅，金之其四分其金而西居一位之歌，己之其参分其金而西居一位之大，任之其五分其金而西居二位之消，杀使之其金西范谓之见岁之奇。注释：注释谓削长尺薄寸，合六而成规，欲心而无穷，必尽而无恶。也是也是谓杀使任长寸为寸，挺十之重，三院割广二寸，内背之弧三之圆，四之以聚则不入，以钩则不绝，长内则折浅，短内则不及。是故句句外国众三略几广寸有半寸，内三之弧四之圆五之句句中举与次众三略。陶氏，陶氏谓见蜡广二寸有半寸，两从半之以其蜡广，谓之金为长，背之中其金射其后，参分其蜡广去意，以为首广而为之身长，五其金长重九略谓之上至上，是福之身长，四其金长重七略谓之中至中，是福之身长，三其金长。 PG 69。重五略谓之下至下，是福之福是
服饰为中两鸾为之喜喜间为之鱼鱼上为之骨骨上为之真真上为之五五上为之永永上为之横中线为之炫炫虫为之干中带为之转转间为之眉眉为之颈鱼上之膜为之碎十分其喜去二以为真以其真为之喜间去二分以为之骨间以其骨间为之五修去二分以为五广以其真之长为之永长以其永长为之为参分其为去一以为横为参分其永长二在上一在下以摄其炫薄后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齿眼之所由心有说中矣后则使以薄则波齿则作眼则欲长永则正是故大中十分其骨间以其一位之后小中十分其针间以其一位之后中大而短则其身极而短文中小而长则其身疏而远文未遂六分其后以其一位之身而还之是是为量改兼精析则不冒不冒然后全之全之然后准之准之然后量之量之以为立身尺内方尺而还其外其实一粒其臀一寸其实一斗其耳三寸其实一身重一军其身中黄中之功而不睡其名曰时文思所与真其积加量继承以观四国勇起绝后资气为则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结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结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结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短视却短视却寒人寒人为甲七甲七属四甲六属和甲五属西甲寿百年四甲寿二百年和甲寿三百年凡为甲必先为荣然后至隔权其上履与其下履而重若一以其长谓之为凡甲断不至则不坚以必则饶凡察合之道是其钻空欲其渊也是其理欲其义也是其正欲其直也高之欲其约也举而视之欲其风也依之欲其无懈也是其钻空而渊则隔间也是其理而义则才更也是其正而直则至善也高之而约则周也举之而风则明也依之无懈则变也报人报人之事望而视之欲其涂白也净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薄之欲其无以也视其者欲其浅也察其限欲其藏也隔欲其涂白而即患之则坚欲其柔滑而握之之则虚隐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则取财正也信之 PG 七十而往则是一方缓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缓一方急则急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烈若苟自急者先烈则是以薄未散也卷而薄之而不已则后薄续也是其者而浅则隔性也察其限而藏则虽必不令运人运人为高桃长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广六寸中尺后三寸穷者三之一上三正骨长八尺骨四尺中为加三之一谓之粉骨谓高骨长寻有四尺骨四尺巨巨庆折繁茂骨必以起折之日两骨狭盈肌环骨大而短则其身极而短文骨小而长则其身疏而远文为视却为视却求视却求视却化会
画卉之势杂，五色东方卫之青，南方卫之赤，西方卫之白，北方卫之黑，天卫之玄的卫之黄，青与白相似也赤与黑相似也玄与黄相似也青与赤，卫之文赤与白，卫之张白与黑，卫之府黑与青，请之府五彩被，卫之绣土以黄，其象方天十变火，以环山，以张水，以龙鸟兽蛇杂，四十五色之位，以张之位之巧，凡化会之事后速攻。中士染羽以朱湛丹熟，三月而赤之唇而自知，三入卫勋，五入卫邹，七入卫资匡人阙。匡人阙是是练丝以睡水沤，其丝七日去的齿暴之昼暴，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为水练练薄，以蓝为灰卧唇其薄，食诸则气盈之，以肾清其灰而露之，而灰之而卧之，而露之而涂之，而宿之明日卧而露之，昼暴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为水练。玉人之是正规尺有二寸，天子手之命规九寸，谓之环规，公手之命规七寸，谓之信规，侯手之命规七寸，谓之公规，伯手之天子直帽四寸，以朝诸侯，天子用权上公，用龙侯，用赞伯，用将祭子南直皮伯，天子规中必四规尺有二寸，以四天大龟长三尺，柱上中回首，天子服之土龟尺有五寸，以至日以土地灌龟尺有二寸，有赞以四庙碗 PG 七十一。龟九寸而骚，以象德龟九寸，判龟以除特，以异形必现，度尺好三寸，以为度龟必五寸，以四日月星辰必从九寸，诸侯以享天子古龟七寸，天子以聘女大张中张九寸，边张七寸，射四寸，后寸黄金勺，青金外珠中鼻寸横四寸，有骚天子以寻手宗柱，以前马大张亦如之，诸侯以聘女转龟张八寸，必从八寸，以跳聘牙张中张七寸，射二寸后寸，以起军旅，以制兵首长，从五寸宗后，以为权大，从十有二寸，设四寸后寸，是为内政宗后首之长，从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为权两归，五寸有底，以四的以履四望转，从八寸诸侯以享夫人，按十有二寸，早十有二列诸侯，纯九代府，纯五夫人以劳诸侯，张底射宿公，以四山川以至稍细至人阙。至人阙雕人阙雕人阙庆氏庆氏为庆聚聚，一举有半其薄，为以古为二，古为三，参分其古薄去，亦以为古薄，参分其古薄，以其一位之后，以上则磨其旁，以下则磨其砖，使人为使侯，使参分府，使参分一在前，二在后，兵使田使五分，二在前，三在后，杀使七分，三在前，四在后，参分其长而杀其一，五分其长而与其一，以其感后谓之与深水之，以变其阴阳，加其阴阳，以设其比，加其比，以设其与参分其羽，以设其刃，则虽有疾风亦服之能，但以刃长寸为寸，挺十之重，三院前若则免，后若则降，中若则迂，中强则扬，与风则持，与沙则造，是故加而摇之，以示其风沙之节也，饶之以示其红沙之称也，凡相感欲生而团同
团欲众同众结欲书同书语。陶人，陶人为眼十二粒后半寸唇寸盆十二粒后半寸唇寸赠十二粒后半寸唇寸七川粒十五湖后半寸唇寸与十二湖后半寸唇寸。仿人，仿人为鬼食一狐虫齿后半寸唇寸豆十三而成狐虫齿凡讨仿之事越肯必报不入世气中搏斗中现搏虫四 PG 七十二齿方四寸。子人，子人为损惧天下之大寿五知者高者裸者女者灵者宗庙之事知者高者以为身裸者女者灵者以为损惧外古内古却行则行连行于行以斗名者以著名者以旁名者以异名者以古名者以凶名者谓之小虫之属以为雕琢后唇眼口出目短耳大胸药后大体短豆若是者谓之裸鼠很有力而不能走其身大而红有力而不能走则于任重一大身而红则于中一弱势者以为中具事故及其所限而由其具明锐会觉稳数目千豆小体千腹若是者谓之与鼠恒无力而轻其身轻扬而远闻无力而轻则于任轻移其身轻扬而远闻于庆移若是者以为庆具顾及其所限而由其具名小手而长团身而红若是者谓之灵鼠以为损凡绝杀原氏之类必生其爪出其木作麒麟之而生其爪出其木作麒麟之而则于是必波尔而怒狗波尔而怒则于任重一切其匪色必似明矣爪不生木不出麟之而不作则必颓耳如尾以狗颓耳如尾则加任焉则必如将废错其匪色必似不明矣子人为以气勺一声绝一声孤三声现以绝而愁以孤一现而三愁则一豆饮食一豆肉饮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是子饮气相衡而食不尽子失罪之。子人为侯广与重方参分其广而古居一焉上两个与其身三下两个半之上刚与下刚出蛇寻云寸焉张皮侯而七谷则春以公张五彩之侯则远国属张寿侯则望以其宴祭侯之礼以九浦海其辞曰为若宁侯无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设女强引强食以女曾孙诸侯百服。卢人，卢人为卢器割别六尺有六寸书长寻有四尺车戟长球毛长有四尺一毛三寻凡兵无过三其身过三其身服。能用野而磨以诱以害人故攻国之兵欲短守国之兵欲长攻国之人重行的远食以击且射山林之阻事故兵欲短守国之人寡食以保行的不远且不射山林之阻事故兵欲长凡兵聚兵欲无弹刺兵欲无冤事故聚兵疲四兵团兵同强举为欲细细则效四兵同强举为欲重重欲妇人妇人则密事故轻之凡未书五分其长以其 PG 七十三亦为之备而为之参分其为去亦以为进为五分其进为去亦以为守为凡未求毛参分其长二在前一在后而为之五分其为去亦以为进为参分其进为去亦以为次为凡事如是至而遥之以示其冤也九诸强以示其饶
之君也恒而遥之以示其境也。六见既废车不反复谓之国公。匠人，匠人见国水的以现至灭，以现是以景未归时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餐诸日中之景，夜考之吉星以正朝夕。匠人迎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图九纬左足右设面朝后世世朝一夫下后世世世堂修二七广四。修以五室三四部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家白圣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阴人众屋堂修七旬堂重三尺四阿众。屋中人民堂度九尺之檐东西九檐南北七檐堂重一檐五室凡室二檐室中度以及堂上度以檐宫中度以旬。野度以不图度以鬼庙门容大中七个为门容小中餐各入门不容乘车之五个应门二侧餐各内有九室九平居之外有九室九清朝燕九分齐国以为九分九清至之王宫门阿之至五至宫余之至七至臣余之至九至今。图九鬼环图七鬼也图五鬼门阿之至以为都城之至公于之至以为诸侯之城至环图以为诸侯金图也图以为都金图。匠人为沟续四广五寸二四为偶一偶之法广尺深尺为之田手背之广二尺深二尺为之岁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谓臣臣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序方百里谓同同间广二旬深二仞谓之快专达。渔川各载其名凡天下之地一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沟易的乐谓之不行水属不理孙谓。之步行稍沟三十里而广被凡行殿水庆者以参五欲未渊则沟于举凡沟必因水一房必因地一善沟者水数。之善房者水银之凡未房广与重方其沙参分去一大房外沙凡沟房必一日先生之以为是理未是然后可以。负重力凡任所约大吉其板位之无任器屋餐分瓦屋四分均炮仓城逆墙六分堂徒十有二分斗其重三尺墙后三尺重三支车人 PG 七十四。车人之事半举谓之轩一轩有半谓之竹一竹有半之科一科有半谓之庆折。车人谓累四长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距者二尺有二寸自其次圆其外以至于手以前其内六尺有。六寸与不相中也间的玉直刺柔的玉具刺直刺则力推具刺则力八具具庆折谓之中的。车人谓车科长三尺薄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长以其一谓之手骨长半颗其为一颗有半幅长一颗有半其。薄三寸厚三之一渠三颗者三行则者欲短骨行山者欲长骨短骨则立长骨则安行则者反柔行山者则柔反柔则易则柔则完六分其轮重以其一谓之牙为薄车骨长一颗其为二颗其幅一颗其渠二颗者三五分其轮重以其一谓之牙为大车重三颗梗寸聘服二颗有参分颗之二洋车二颗有参分颗之一薄车二颗凡谓圆三其轮重参分其长二在前一在后以凿其沟彻广六尺立长六尺工人
工人为工取六才必以其十六才既具巧者何之干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急也精也者以为深也交也者以为和也思也者以为不也七也者以为受双禄也凡取干之道七者为上亦次之眼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金次之竹为下凡相干欲赤黑而阳生赤黑则相心阳生则远根凡西干射远者用亦射深者用直居干之道资力不已则功不发凡相角秋杀者后春杀者薄至牛之角直而则老牛之角枕而习趁即显中及牛之角无则角欲清白而风莫夫角之莫促于而修于气势故柔柔故欲其意也白也者亦之真也夫角之中横当弓之位位也者必饶饶故欲其坚也轻也者坚之真也夫角之莫远于而不修于气势故脆脆故欲其柔也风莫也者柔之真也脚长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礼谓之牛带牛凡相交玉珠色而习习也者身狭而则枕而团连鹿交青白马交赤白牛交火赤鼠交黑鱼交耳犀交黄凡逆之类不能方凡相金玉小简而长大节而则小简而长大节而则则其为兽必飘以为公则其意于其兽金玉必之必七玉测思玉审的此六才之权然后可以为良凡为公东西干而春夜脚下至金秋和三才寒变体冰西着东西干则明春夜脚则和夏至金则不凡秋和三才则和寒变 PG75体则张不留冰西浊则沈还春被闲则一年之事西干必轮西角无邪浊木必涂浊木不涂则及其大修也惊带知受病夫木也者必强强者在内而磨其筋夫筋之所由颤横由此作故角三叶而干在叶后其如则木坚薄其如则虚事故后其业而结其如约之不接约书数必谋着至必中交之必君着至不中交之不君则及其大修也脚带之受病夫怀交于内而磨其脚夫脚之所由错横由此作凡居脚长者以次虚横脚而短视未逆饶以之则纵视之则不孝横脚而达譬如中谢非公之力也金夫交解中有变焉故教于挺臂中有腐焉故飘横脚而达矣如中谢非公之力脚干欲熟于火而无隐脚脚欲熟于火而无寻隐金欲尽而无伤其力欲交欲熟而水火相的然则居汉亦不动居师亦不动狗有见功必因脚干之师以为之柔善者在外动者在内虽善于外必动于内虽善亦服可以为良以凡为功方其俊而高其腹长其位而薄其臂挽之磨以应下腹之功莫应将心为腹而发臂动于沙弓而与沙漠应将发弓有六才焉为干强之张如流水为体防之引之中餐为脚之欲晚而无复显影知如环视之无失体如环才美工巧位之时位之参军脚不胜干干不胜精位之参军量其力有三军军者三位之九合九合之功角与干全经三谋交三略思三比七三与上功以有余下功以不足为天子之功合九而成规
为诸侯之公和七而成规，大夫之公和五而成规，士之公和三而成规。公长六尺，有六寸，谓之上至上士服之公。长六尺，有三寸，谓之中至中士服之公。长六尺，谓之下至下士服之。凡谓公各因其君之公至欲血气丰肉而短宽缓以图若是者，谓之为公。为公谓之安使古之以立奋意以分若是者，谓之安公。安公谓之为使其人安其公。安其使安则莫能以素终，且不生其人为其公。为其使为则莫能以怨终，往体多来体寡，谓之家鱼之属立射侯。与义往体寡来体多，谓之王公之属立射革。与直往体来体若一，谓之唐公之属立射身大和无浊。其次金角皆有浊而生，其次有浊而疏，其次角无浊和浊。若被手纹角环浊，牛筋焚浊，迷筋赤或浊和公模附之而角至位。知具公附之而干至位之侯，公附之而金至位之生公。周礼中。